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成伟老师。今天是6月10号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《易经》中的第32卦横卦。雷风横，横卦象征着恒久，巽为风，震为雷，雷震则风发，两者相依相助，恒常不变为恒。恒象征着恒久，有震刚在上，巽柔在下，说明了尊卑秩序是恒常不变的事情。有恒必然有成，所以亨通不会有灾难，但必须以坚持纯真为前提才会有利。雷锋横卦给我们的启示，人贵有恒，积极主动，持之以恒。人活在世界上，最怕没有志向，没有坚强的毅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。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往往受各种因素的影响，但如果有坚强的毅力，绝不会一无所成。所以各位，你有没有自己的理想呢？是否有为自己的这个理想而终身奋斗呢？那我们祝愿你可以心想事成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易经知识，欢迎来关注我们的易都国学研究院，让我们一起弘扬国学文化，让世界更加的和谐美好。